我是江汉，你见不到我，因为我正在去见你的路上，有事请留言。不必要的关系就不必再继续纠缠下去。我好不容易就要站起来了，结果他又把我推倒。人生中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放在心上。评论是别人在评论，生活是自己要过的。爱你哦，我是 baby， 宝宝。宝宝回去哦。嘉诚觉得今天中班怎么样？自己的中班？非常打叉。但队友好像都很喜欢你这一套衣服哎。这一套吗？对啊，他们说你穿起来很可爱，你自己觉得？可以先不要吧。来，你好好先拍。那今天的心情要不要讲一下？我今天心情吗？天气非常好，然后。心情非常的不好，没有了。会不会变成你的黑历史这一套？一定会啊，黑历史嘛，黑爆了。不过以后一直被翻出来都有机会。伟宏今天心情，要不要聊一下？非常复杂。怎么个复杂？希望不要再有第二次。绝对不会，这是黑历史。你有觉得今天谁最漂亮？阿伟，当然是阿伟了。为什么？是他那个衣服。那个衣服，虽然我这个也是穿得很紧。模仿大师，模仿大师在这。可以了。我是模仿大师。我是闷骚型。刚睡，刚是有打开的吗？对，突然间打开。那你有研究你自己的角色？有哎、欸。你有做什么功课吗？就是他的那个讲话的语气吧，还有他的动作，只是那个动作真的太辣了。你可以再学一次吗？宝宝那个，你不是宝宝那个？宝宝，我是 baby， 好了啦。凶手，我是觉得有可能是那个警察。你是阿成？阿成还阿达？是小陈哥？陈哥？应该是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杨佑明吗？好像是吧。阿成吗？对。为什么你觉得是他？因为他喜欢洛斯妈妈的感觉，他帮他报仇。但你不会觉得是阿达吗？因为最后他不是有那个眼睛露出来？应该只是一个梗。我猜凶手是江汉美。我猜的、啊。怎么说？就觉得他疑神疑鬼的，对啊，所以觉得他蛮有可能是他的，就蛮期待看到结果。那你知道有人觉得是那个什么 Rose 妈妈的小孩？我觉得不会，不太会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的感觉，就蛮好的，就应该他不可能是他杀了他妈妈。发型很像啊。眼睛，个性也不像，个性也不像。哈哈哈哈哈！个性大部分，那他不是渣男吗？一样很多人追。我们怕之后人家看到我都叫渣男。那雾很明显吗？我在镜头里看到。